第四章，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，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上帝的。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上帝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上帝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我们是属上帝的，认识上帝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上帝的就不听从我们。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。上帝就是爱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，并且认识上帝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藉着他得生。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，上帝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上帝里面。上帝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上帝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，上帝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上帝先爱我们。
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人若说，我爱上帝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。爱上帝的，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。